连续轮流来做一个补助，把肺给我们的好兄弟吃到饱哦。听觉的方式来改编成爵士乐的部分，欢迎大家赶快买票去看好好观赏精彩的表演哦。今天我们来到超好戏剧节，也是我们第八年。哎，打吧！啊，这么对了，我天！这个主角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他什么样的观点跟面向？他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，但是矛盾就是他一直激发我，为什么他矛盾？草草办13年了，每一年都不容易，年特别特别特别的不容易。第一次的双园区，第一次我们拍了那么多的一级剧场，所有事情都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、没有经验过的。真的要感谢各位伙伴，不管你们是在演出现场，好，你们是撑住演出团队的各个面向，谢谢你们，是你们让我们第13届草草戏剧节能够顺利圆满的完成，谢谢你们。